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报道，大一是生长在台湾海岸的龙王雕本来就只剩下七只而已，可是一个民宿的业者陈明嫌它非法捕捞，然后使龙王雕越来越减少，而且还将它大卸八块。民宿业者陈明就是蒙山龙王雕的陈清明和业主，原本不认账的他后来知道事情闹大了，才向警方供称就是日本人光雕。几乎所有的龙王雕都是用氰化物这种毒物来毒死它的，然后当我们人类吃到那些鱼类，不但自己也会中毒，然后海洋也会生病。学校用有奖征答会不会比较好？对，先用那个演讲，然后灌输他们一些讲事，然后演讲之后再来去玩。不然我们先做简报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有关 QR Code 的有奖征答，一二三。是非题：龙王雕生活在水深2到1000公尺。对或错？对。对，很好。新闻，现在更知道怎样保护它。我看到报道在干嘛的，然后我学到龙王雕是怎么样，然后大概多听到两句就可以了。经由这次的研究，我们了解了龙王雕的生活习性和如何保护。经过这次的宣导，我学到龙王雕原来那么稀少，并且知道如何保护它。经由这次的研究，我知道保育动物的重要。在保育宣传中，让我更了解了龙王雕。在这次龙王雕的研究过程中，我学到除了龙王雕以外，还有许多我们应该要好好保护的海洋动物。